居然啊！喂，今天晚上就买朋友，一会儿做个硬菜。硬菜？你朋友家做什么样的？挺好的呀。你看这个小情况，给他朋友直接油炸擀面棍儿，清蒸大理石，对吧？这才牛不娘！你是意思呢？你居然啥意思呢？天天给你自费都吃的够够的，还给他朋友吃的，还硬菜的，玩儿都没有。辛苦了。<笑>我堂堂乃是海，你竟然用金钱收买我，可能吗？ 你让朋友上手来拿，大哥，我老雷今天咱们做个家庭版的四川冒菜，先给大骨头涮下水，咱们先熬个高汤。放飞哥飞哥，飞哥，嗯，人家一会儿朋友过来有事嘛，有个灯儿，咱赵丁也使唤开了，你们。老雷，一会儿我请个朋友，我还喝点儿呢，一会儿给他助助兴啊。怎么了？他说我唱歌之类的，跟人家自由不容易了，还给跳出性命。嘿嘿嘿，开始熬高汤。 起锅烧红油，放个冒菜、麻辣料，葱姜蒜，咖喱头。同学们，放入自制火锅底料，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还有18种调料，咖喱头。OK， 倒入午餐，在这儿再熬上半个小时，生抽，咖喱头。味精鸡尾回到美食带香，咖喱头。麻油，咖喱头。不想吃的蚝油。 搞里头，自然搞里头，再来一只六鲜盐。又是这个土豆面，走出来！哎呀，看好了吗？上午够了，就在这两天。哎呀，哪里的？哈哈哈哈哈！压力挺多的啊。今晚那个自助，希望他也吃哪一样？拿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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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弄好了以后让他老李尝啊。哎呀！ 哎呀，哎呀妹，你说啥事儿？小点，赶紧给人吃，我靠，这还大呗！叔，这是漂亮吗？老雷，等一下，这是鸡的呢，要不对不起，我让你干干东西，直接吃，压行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出锅。这一碗可不少，哎，绝了！大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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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你把辣椒过去，你把辣椒过去，嗯，对呀，过瘾啊，嗯，越麻越辣，越想吃，这传人太绝，哈哈，这不行，我在这最辣最过瘾啊。 你干嘛不要？不要！你跑！你跑！你跑！别叫了！别叫了！你给我把那个空调开！谁让咱们过来的？是吧？空调我可能暂时买不起，但是我花房到底所有钱都买来给我。干嘛？你开！大！哎呀！我老雷今天咱们走吧，空调路被暴雨。咱们先吧。 太过干了，把玻璃烧了呢。咱们先切大块的，不是，你猜哪过来的？下来行吗？啊，三十。咱们先给五花肉穿下水，放大葱，放姜片，这个先剔，不能少。水开撇去风味。起锅烧油，油温40左右，开始下锅，把多余的油脂给它炸出来，已经炸的差不多了。捞出半年的老菌糖，炒个糖色。 看一看，这是糖水，电线的造型是。来，鲍鱼，请你过来。给鲍鱼打个花灯。起锅烧油，红辣蒜，咖喱头。八角，干辣椒，必须香呀。红烧肉，咖喱头。糖色水，咖喱头。再来两罐啤酒，啤酒不够，清水来凑。红椒粉，咖喱头。生抽，咖喱头。再来一丢丢咸盐。大火烧开，小火慢炖30分钟。这个记录已经完了，咱们下个记录啊，低一点啊。 又是这个多的味儿，照常卖。差不多了，咱们把鲍鱼、咖喱头再炖上20分钟。哎呦，开始炸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出锅。飞哥，来，开饭。再来点葱花，别炖一下。 哎呀，就这能干5碗米饭。
来来来，兄弟们吃饭！哎，哥，哎呀，哥，太香了！呀，这真够啊！嗯，老李，肥而不腻啊！我只是放点鸡胸。快上！家人哥，家人哥吃饭才明天。 来个，哎，这个猪腿脚，哎呀，又给它没地儿了。来来，吃饭了。这俩家伙得多吃点。你说吧，你说，你说。那么够吃啊？没有吃了，我给你准备。你把你还有人拿，我给你行。我好吃，我好吃，这样。来来来。耶！ 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今天！呸呸！你他妈的欺负尿不？你咋回事嘛？喝酒不让喝，你回家能不收拾收拾吗？十里河里还远，你还不腻？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嚷了一样的场子，走前去我们在这吃的，天天往下跑，你大爷！我老雷今天准备给飞哥做个雷式。 大雷队，起锅烧油，出料蒜，搞一口，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，还有十万个香料，自制火锅底料，来点瓶情感香槟，外加入清水，外加鸡尾，来得白糖，一加粒，搞一口，拌上生抽，拌上不要钱的蚝油，准备烧开之后啊，小火慢炖就煸好，熬上半个小时。哇，这样熬的差不多了，咱们开始，招牌。这可是好东西啊，一菲。 煮了半个多小时，这个料渣子没就不要了，把它那个红汤一倒，用砂锅再炖上40分钟。有点儿，用这个东西照出来。别你的妹！颜值一看就出来了啊！劲儿来喽！ 来来来来，尝尝这个生意。哎，花儿，下辈子吧，你们俩。哎呀，嗯，扣牌。哎，麻辣，帅小。哎，再给我两个，两个行。哎呀，先调一位。 你又知道底下有尿壶呀？随便捞，随便捞的。哎，走，直接下手。吃慢点。 这不像浪费的了。啊，吃饱了，来吃吧，回来。哎呀，老板，你快吃点。走。嗯。好嘞，赶紧的。整个花椒叶画出来。光花椒哎。啊，这就没得背的了呀。我摸不能行，都能不行。他这胖的。 老雷，你看这上面，不管是啥，老板都在给你个单啊！我不重要，鸡毛咱吃牛排、牛尾、胡花卷。热量还别怪了，你给他回点清面的。给牛尾牛排穿一下水，葱姜片，这个飞机不能少。蒜末撇一下，炒个糖色，放入72年的冰糖，糖色炒好之后。 再来点老抽，上个色，炒匀，上色之后，放入情感香槟叶，加入清水，放入泡好的花椒、大料、干辣椒、桂皮、虾仁、小茴香、丁香、白芷、白根、葱姜、生抽、咖喱、不要钱的蚝油、咖喱，来一瓶就现饮。水开先兑上2个半小时。
又是这个多的那点，叫出来。 先抹猪油，少许咸盐，少许葱花，辣椒面，花椒叶，来卷起来。来，你看俺那雕刻技术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一般般，比不上俺雕艺术的技术。眼睛就撤吧，一撮还能雕嘞？咋不能啊？你请我做下点了解，现在看看。你忙，六月四日八中一生，想雕啥雕啥，雕到了还能让俺们互相推迟呢。 一天进线二百级都不是事儿，录音期间差点活动，每天登录还能领30个小单呢。呀，你们早点儿，我现在就联系去。呀，好了，来换小单，快！大家再出来20分钟，期待已久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来，一二，开！哇，下真美！先把花椒放到边。哇！ 走，干杯喽！哎呦，这一口的我怎么能受得久呢？来，拿刀酒。飞哥，来再刷一个大花卷。这大饼我好吃的。哇！哎呀，这块儿没啊。 吃完就完了，开始呀，就是这样。来，伟哥，干一个，哦，哇！